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是韩馆长往生三周年的纪念，很感谢许多同修从海外各个地区来参加追思，发挥做得很圆满，意义非常深长，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感恩，也是做给全世界护法的大德们看看，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决定是知恩报恩，感恩戴德，任何人对我们有丝毫的关怀、爱护、帮助，我们终身不忘。将自己修持，一切功德都回向给这一些护持我们的人，帮助我们的人。这是遵循佛陀在经论上常常对我们的教诲。昨天台南净宗学会无量寿经研读班传一封信给我，台北同修见我呢，也提到一些问题，说现在有不少人反对读夏莲居的汇集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读，问我要不要再念这个本子了。这个问题对我们净宗学会来讲是很严重的打击，所以我跟他讲给大家说，我们是有私诚，我们追随一个老师，向一个老师学，我们对这个老师有没有信心？如果有信心，决定依从老师的教诲，没有信心，你对哪一个人有信心，你跟哪一个人学，你会有成就如果你追随这个老师，对老师没有信心你一无所成我在李老师麾下十年，他老人家把这个法本交给我要我弘扬这个法本，依照这个法本来修学，这个原本呢，今天在处理。这个里面的眉注，这是李老师亲笔写的，这是原本。你们所看到的是影印的本子。那么这个里面的眉注是李老师亲笔写的这一次不少同修看过了，你们看看版权页是民国39年的这版权页在民国39年，公元1950年这个本子
老师当年讲这部经啊，跟写这个梅注距离现今天整整五十年啊。我到台中亲近他老人家的第二年，他把这个本子交给我，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我一看到这个本子非常欢喜啊，就读诵受持。韩馆长50岁生日的那一年，我们很想发心讲这个本子给他祝寿啊。那么李老师当时告诉我，他说语言还不成熟啊。什么不成熟呢？不了解敬宗的人很多，误会的人很多，大家对于夏莲老不认识，有成见，所以会批评这个本子。他说你年岁太轻，资历太浅，你招架不住啊，语言没成熟，所以这个本子我一直就收起来了，但是我自己常常读诵啊。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啊，我想到这个本子台中莲友们都没见过啊。当年这是1950年，李老师讲这个本子的是在台中法华寺，那个时候恐怕还没有台中莲社，听众只有30几个人，其中有周邦道，有洛杉矶的甘老居士，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听众。李老师讲这个经我没听到，他把这个注给我了，这枚注给我了，我能够完全看得懂他的意思啊。所以老师往生之后，我就发心呢把这个本子引印10000册啊，回向给他老人家增高品位啊。这个10000本当中2000本是洛杉矶薛云英居士兄弟姐妹发心印2000本啊，我担任8000本啊，这第一次印出来，印出来这个本子在台湾流通，大家看到了，海外的人看到了，皆大欢喜啊，于是来找我，法师啊，你能不能把这个经讲一遍啊？我晓得老师说的因缘这个时候成熟了。人家来找我嘛，请我讲嘛啊。最初的这个3-4遍，我在讲台上用老师这个原本啊，以后啊对这个本子非常珍惜啊，所以就把它收藏了，我也用这个引印本啊，所以这个原本呢见到的人越来越少，我这是有私诚的啊。李老师的老师是印光大师，是梅光系居士啊，李炳老的教是跟没关系学的，净土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所以印祖我们是嫡传啊。啊，梅大师跟我们有发脉的渊源，我们有师承的关系
夏莲居居士跟没关系是同个时代的，而且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道友。我们现在了解都是菩萨化身，不是凡人的。我认识黄念祖老居士之后，每年总有一两次见面的机会，再次访问，谈到这个问题，我探讨他了，下牢究竟是什么人再来的？他笑而不答，他说机缘还没成熟，不能够宣布。什么原因呢？如果宣布，毁谤的人更多，让这些毁谤人造阿鼻地狱，这是佛菩萨决定不做的事情。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这私尘啊，外面几句谣言我们就动了，那我跟李老十年不是白跟了。不但是得根了，人家反过来一句话就把我抬到阿鼻地狱去了。净空法师忘恩负义，背死叛道，我四十年弘法立身呢，这八个字就全部抹杀掉。你要晓得忘恩负义背死叛道是什么人呢？地狱中心呢。这个哪能做呢？我们的老师是不是一个邪思呢？不是，这是社会大众公认的，这不是邪思啊！既然是个邪思，不是邪思，是真相之时，你背叛，你愚痴啊，你不服啊，不但是不服，你没有服啊。清净善知识多么难啊，你看看世尊在这个华严经啊，四摄华严一开端，善财童子参访善知识，你看清凉大师注解的啊，一个人在一生能够亲近善知识，多生多觉的善根福德因缘，哪有那么容易啊？下牢传法的弟子黄念祖一个人啊，李老师在台湾弘法四十年，传这个东西也只有我一个。我以后细细想想，这个从这个法传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发扬光大啊！李老师传法的，大家晓得我们三个人的，现在在台中学习明居士、周嘉玲居士啊，不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弘扬，没有这个机缘。这个周居士、徐居士始终没有离开台中不像我在世界各地方去就走到处弘扬成立净宗学会成立净宗学会这段事情是黄老居士负责的老居士一再告诉我，净宗学会是夏老师一个大的心愿这个名称提出来，但是并没有落实希望我在海外先落实所以我们第一个净宗学会在加拿大成立的，在温哥华，我讲这个无量寿经
啊，第一次真的宣讲，大家听了很欢喜，发心啊，成立净土学会。啊，第二个会就是杨益华的会，美国净土学会，啊，在桑尼维尔成立的。啊，那么现在我听说美国跟加拿大有30多个会。啊，昨天有一位李居士来看我，他从巴黎来，啊，他在巴黎住了12年，他是新闻记者，现在退休了，在那里热心弘扬净土，啊，他准备在那边的也成立一个佛教组织。我说好了，你去建净土学会好了，啊，在法国，在瑞士，啊，在这个现在是西班牙已经有了，我说你尽量在欧洲去发展。啊，昨天悟行师在座，我叫悟行师到澳洲去。啊，末法时期，只有这个法门能普度众生啊！你们不相信，我相信啊！啊，一直到佛法灭，佛说了。佛法灭尽了，无量寿经还留在这个世间100年。无量寿经是什么本子呢？肯定是这个会集本啊。所以夏老居士往生的时候告诉黄念祖，告诉大家这个同学们，他说他的本子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会传遍全世界。啊，当时黄老居士他们听的时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啊，那个本子刚刚汇集没多少，在大陆上印的时候才总共才印了3000本，怎么可能是海外根本就没有，怎么会能从海外传到中国来？啊，夏老对于这个世间种种变化了如指掌啊，那哪里是普通人呢？啊，所以这个本子是一个黄老居士带到台湾去的。啊，民国37、38年的时候带台湾去的。以后啊，把这个本子就交给李老师。啊，李老师一看到这个本子就生欢喜心，尤其是前面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这个恩情非常重啊。啊，本经第6品，这是最重要的一品，是3个人共同汇集的。夏天居老居士、梅光系老居士，还有一位当时通宗通教的慧明老和尚，啊，他们3个人用了3个月的时间专心汇集第六品。啊，这个第六品，这个文字才完成，啊，草稿完成。3个人用3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李老师一看到这个本子就欢喜啊，啊，就交给瑞成书局，啊，印了1000本，啊，这最初印的就是这个本子，啊，那么以后呢，又印这个再用排字，签字排字，字比这个小。这个本子我都有，那个本子印了2000本，所以在台湾总共就有3000本。啊，流通量少啊，见到的人不多啊。啊，我们这几年在外面弘扬，为什么刚刚弘扬没有人批评，现在来批评了，弘扬了10几年再来批评了，
你们想想，批评的人用意何在？啊，这我不说你们就晓得了。啊，把我们弘法利生的根刨掉啊，我们的根在此里，这是我们的根嘛。这个本子要是摧毁了，我们的根就拔掉了。我们这一生修学四十年弘法者，连根拔掉，厉害呀！所以我们自己同学要无知，你帮忙他们来拔根，你们将来果报知不知道啊？这个经祝福护念，龙天善神守护啊，今天在中国大陆受持这一部经典的时候，人数太多太多了啊，连全世界各个地方啊合起来，我概略的估计受持这个经典至少有3亿人。不施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诸位要晓得10年不可能有这个成就啊，我们自己想象不到啊。我们自己当年出来的时候，哎，能有10万个人啊受持，我们就很满足了啊，哪里敢想这么多，不敢想象啊。所以从你看看，从我自己讲经，你们常常跟到我的，你能够看到我讲任何一部经典，法缘没有讲这个经书生啊，讲这个经的听众法缘呢，比讲其他一切经加1倍都不止，这你们大家看到的啊。如果自己的信心体会，我们讲这个经讲堂那个磁场跟讲其他经堂不一样啊，坐在那个讲堂啊，特别能生欢喜心啊。这个不是祝福护念，龙天善神守护，不可能产生这种气象啊。啊，所以我们对佛有信心，对师承有信心啊，谁要来挑拨啊，来建立，我们心里要明白，他是叫我们背思叛道，他来教我们忘恩负义，他把我们从佛道拉回来，送我们到阿鼻地狱去。你要清楚啊，这个前年是前年的事情，圣和熙皇太太打电话给我啊，他问我他会不会堕地狱，我回答他，我说你自己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多念几遍就知道了啊，这个事情不必问别人啊。黄太太是一个代表，许许多多的同学都应当要反省。现在大家知道世间灾难的频率增加了，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灾难从哪里来的？人的心不善，
言不善，行不善，违背发心，违背了圣贤的教诲，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造成的天灾人祸啊。西方宗教里面讲的世界末日有没有可能发生？非常可能啊。会不会发生？在一念之间啊。前几天我听同学们告诉我啊，苏联的瓦解之后到现在有部分的秘密解除了啊，其中有一项传出来，就是30年前苏联在古巴布置了一些核武啊，那针对美国的啊，那一些核武啊，在当时估计10分钟可以杀死美国8000万人，占美国的人口1/3，10分钟。现在这些武器比从前进步太多了，现在只要1分钟。啊，所以今天的战争毁灭全世界大概10分钟就够了啊。所以那个诺斯多玛斯预言里面所讲的这个灾难之后啊，世界上只剩下7亿人。那么换一句话，现在将近70亿，10个人当中要死9个人，而且活的人呢，他形容得很好，活的人羡慕死去的人，活的人所受的那个灾难受的苦不如死去啊。所以那是世界末日啊，所以世界末日一念之间啊，一个错误的念头要爆发这种战争的话，这是几个小时世界就毁灭了。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在活在今天不要怕死，知道随时可以死啊，怎么个死法都不要去管它，一心要想到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啊，我有更好的地方去，这就自在了，一丝毫恐怖都没有啊啊。我们依照这一部无量寿经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今天我们念佛啊，深信切念，我们这个信跟愿不足啊。没有一种啊真诚恳切的愿望，真诚恳切的愿望从哪里升起呢？对于净宗的理论境界透彻了解，你才有真心切愿呢。所以今天大多数学佛的人信愿固然是有，不及格，不够深度啊，不够深度，文经太少，所以我们天天在讲经啊，但是天天在讲经，天天在劝导大家，我们的效果还是非常微弱，敌不过别人呢几句话耳边风，你的信心就动摇了，你说可怜不可怜啊？这是自己真正没有善根，没有福德啊！善根福德深厚的人决定不动摇啊！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啊，要努力，要留意，时间没有了啊！一心向往极乐世界啊！对这个无量寿经身心生不起来，必须要入大经。大经是华严、法华、般若啊，法相为实啊，这个典籍分量很多，你透彻的去研究了
你对这个经呢深信不疑了。可是你有能力去读诵这些大经，有机缘遇到善知识来帮助你明了这些经论，都不是容易事情啊，那是特殊殊胜的因缘。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